IP 位置实在不明了，行了。你哪？黄玉生。你哪冒自卫哥？哦，我叫了不明了，真正是你发向搞我行开，哥，想哪里走啊？如果是你哦，你讲什么黑行我唔知啦。卖给我地气，要不等到我看。哎呀！你创啥？这才新戏哦！你想讲关机就无进关系？网络有历史记录通查，这你知影了吼？查甫囝敢做敢当哦！你若是有在条发黑函，了有在条新历，你叫是讲你用匿名，我就抓袂着你哦。我是检察官，要来接尿尿器哦，真简单。哥，因是讲什么黑函啊？啊，现在警察官因要来接了你。恁是超过来这找我的麻烦是吗？我就讲我唔知影嘛，不然你这狗叫走啦。哎，你在创啥？你在创啥？你卖叮当，卖叮当啦你！现在证据确凿，你给我抢回本干！我对到这来啊，这应该是顶一个人家用的。刚小白讲没错，家拢有监视器哦，干嘛要调出来看？到时吼，都你加嘴变哪嘴？安怎？无话通讲也是。我本得个廖尊公，你敢是渣男呀？想不到你竟然比渣男还笨手。之前你反被委员，搁差点家己害死，即摆搁直接发黑函，搞阮陷害哦。你当我台湾无法律啊？是毋？我就代表法律，我今仔日就一定要让你的错误行为付出代价。哥，你哪会当安尼对嫂嫂哈？你真是讲来拢是，讲来拢超过你台面，真是笑。哎呀，莫讲啊！我就讲我唔知影嘛。慢走！你给我过来！慢走！你慢走！你搞什么走哈？我来哪里照顾？你还干嘛呢？你给我！警察官，警察官！警察官，你不给我，不要嘛！没人管你怕死，不玩了，你两个卖过怕，卖过怕了！哎呀，阿虎啊，连我你也敢怕？你们在光怕狼哦！我去！哥！你今天会放开哦，我哥今天没穿开啊！进来，放出来。厉害！我去！等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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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针对你对王剑那个高文云所做的代志来澄清，最后交给王剑赔失的，我就帮你说。相款，哥，为什么要赔失呢？明明是头家阮某呢，害我做乌龟，
我无过去探恁就袂歹啊！啊，哎，我话是咧，是对不起我诶！你哪点去？我也无食代志，硬要不落我。你刚才你安尼做，对我影响有偌大？你即摆唔敢为云心，你是毋是感觉为云哦，没人可爱，逐天甲咱条条困做伙，足欢喜诶！我才想袂到一个检查，我甘愿甲人公家查某，安那？即摆想要叫我表哥姓？这种话你也讲不出来？啊！你唔报警啊？检察官安那？会当怕人哦？检察官怕人哦？好啊啦，检察官怕人哦？好啊啦！你有看到无？紧报警！你嘛紧报警啦！好啦，检察官怕人。律师，你的手，你的包干呢？够穿到骨头？我本来想要跟你好聚好散的，结果你竟然用这种手段。你竟敢心寒回心嘞？高伟宇，你来这对我一句关心的话拢无，煞叫我甲伊回心嘞？你安怎是我安尼相信你的清白啊？就是讲袂高伟宇，你有怪检查挂做你的口刷，就会当告我迫害家庭。原来是你早就婚外情，想要找理由甲玉生离婚。球员兼裁判，真正有够恶心。我真正是听不落去呢，嫂嫂，我支持你。你吼跟高文哥离婚啊，心专一对狗男女。卫生啊，你是不是欠着病啊？哥，我是帮理不帮情，而且吼恁两个真正看不落去啊，赶紧给家紧搬出去。我无必要为着我无做的代志解释，你唔相信准入所？连解释都唔肯，你当时变安尼啊哈？个还这款年轻小鲜肉，你是倒位表较好，是体力还是安怎哈？医生，你伫别个查甫人面头前甲我扇嘴皮，你甲我黄医生当作什么人哈？放手！喂！放手！我跟你讲哦，你顶面对我运气啊动手，我拢有看到。你若是继续安尼哦，我就申请保护你。高宇，我辛辛苦苦等你回来，你搁你说反背我，我袂让你好过。喂，星汉，你敢有得无用啊？无啊，我真有用啊。敢是因为黑海关系影响到你的工课，敢讲你去用停职啊？其实哦，我无闲到即摆，拢还袂食饭呢。我是惊你烦恼，叫来我做工课，唔敢甲我讲电话啦。安尼我就放心啊。有实力就免惊，是讲你才拄转去生发，就拄着即款代志，咱去往石头路啊。有实力就免惊。讲，我鬼门关你转来，这种八卦留言对我来讲，非常有害。我看我以后上好是卖了伫这个车查某。你知影就好。我先讲了无对。张姐伊讲啥？伊讲我唔是钓着美人鱼，是钓着一条食人鱼。好啦，知影你无代志就好。好啦。我先来报应，拜。这是 H 工作室新庆三方合作的请款单，那看起来怪怪。这名是签黄玉生的名，不过看起来有淡薄无同款呢。进前慧心还袂入去工作室做工课时阵，我有替工作室做事，所以我就清楚黄玉生的签名是甚物款的模样。啊，这一看就知影毋是伊签的啊。这材料就算讲是用上顶级的，也免这么贵啊。
这个双城的设计案，进前负责是林美妍，讲是林美妍偷签的。在谷底，真空哦！啊，我手，医生，怎么啦？手你疼是？这医生哦，自己疼药啊。你讲，我今嘛想看唔到无哈？林美妍，你这好人家哪底只？伊是劫杀林雄手呢？你今嘛是失智还是失忆啊？好，你家今嘛唔是我，你是倒一个目睭看到我嫂嫂偷食哈？而且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徛做伙，因两个都一定有关系吗？哥，你翁阿某做袂成吼，啊，不过你做人是较有品的啊。我可劝你去甲嫂嫂个检察官核实嘞。伊唔是徛做伙，是住做伙，你啥物拢唔知影，佮替别人讲话。嫂嫂甲恁无共款，就算伊真正住做伙，嘛啥物代志拢袂发生。黄慧欣，那是因为哦，你唔捌谈过恋爱，你唔知影爱一个人真正会起痟。会起痟，看你一个啊！阮哥即马变甲遐尼啊痟，一定是互你传染着的啊！真正是哦，起痟的病毒就伫你身躯顶哦，甲你消毒剂。哎，你咋不消毒？哎，赶紧消毒！卖毒性的来了，起痟啊！哎，哎。哎，那紧就要来替小王求情了，卖想啊！我绝对会告到底。高委员，你阿假情哥假到什么时阵啊？恁两个拢伫安尼真好。林美妍，你伪造黄玉生的签名，涉嫌伪造文书，虚报请款单的金额，涉嫌侵占公款。你俩做的是检察官啊？讲你甲真的同款。这介绍无唔对啊！我拢个对话无问题，你会当签名啦？无啊，啊，进前就无遐尼啊悬啊。OK， 内底有厂商的请款单啊，我来看卖就知影。哎呦，唔免啊，我给你签名就好啊。你是起笑，我才袂，我若真正签落，就阁有沾到伫你的手头啊，袂阁互你骗啊！你离开啦。恁两个连这款代志拢不会出来哦！林美妍，不管你是有做还是无做，科学辨识一竿子就会当知影这个签名到底是谁签。三方合作设计案，用的拢是上好的材料，介绍当然嘛可以。我甲邱兄弟，正确的经验，而且。原本迄张请款单加二十万出来，迄二十万是倒位？我若是要乌钱哦，我就要乌200万。二十万我是会当创啥？我唔知影，嘛无想要知影。你会当去甲法官讲，迄二十万到底用伫倒位？黄医生，若是佫加上侵占公款这条，三方合作的 case。你慢慢做，而且这消息若是传出去，不管你是不是有得奖，你都唔免想要继续做设计师。嫂嫂，伊两人家足好诶，归去哦，让伊来去关啊。我让来去关爸妈是安怎？你来吃啊。高伟宇。你若真正爱要甲玉生去乖，你早就去报案啊！你到底想要从啥？我爱恁去到性汉会室嘞，而且把网络顶面的黑函删掉。